外交部长吴钊燮访欧行程来到捷克，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颁发银质奖章，表扬他对促进台捷关系的努力。吴钊燮表示，期盼两国热络关系能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典范。We try to make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so that Taiwan is not alone. Unfortunately, in the last year or so, we have been seeing more and more friends of Taiwan who are willing to speak out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维特奇在颁奖典礼上表示，颁发奖章除了是感谢吴钊燮推动双方关系的努力，同时也是表扬台湾人民的勇气和责任感。捷克和台湾关系的基础是信任，期盼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关系。吴钊燮这一趟也拜访了布拉格市长赫瑞普。吴钊燮感谢赫瑞普对台捷关系及台湾国际参与的有力支持，也感谢他促成捷克政府八月赠台疫苗，称台捷是患难见真情的朋友。